发现自己是备胎怎么办？分手呀。然后呢？没有然后呀。哦，打他一顿，打他一顿。打不过吗？打不过也打呀。那就分手。打死他，打死他。你踹了他呗。踹掉，踹掉，踹掉。先砍死他女朋友，再砍他。那我也再找一个备胎呗。那我也再找一个备胎呗。备胎还能咋办呢？那就结束了呀。看有多喜欢对方吧。嗯，如果很喜欢，你就备着吧。不做他的备胎。不做他的备胎。嗯。那是怎么做？就是不要他，转身就走吧。那不能啥？嗯，我会拍死他。那我肯定心情不好了。然后做点什么呢？然后就能争取再争取一下，争取不了就算了。